然后一出那个 KTV 之后，哦，为什么天亮了？发生什么事情了？哦，没有，因为当时我还不会唱歌，应该怎么讲？很早之前的我很，也不是很早之前，十年前的我吧，就很不会唱歌。是直到开始就有人就夜唱，夜唱，夜唱，唱一唱，才开始敢拿麦克风。因为我讲过，以前我对自己声音很没信心，就觉得哦，干自己声音那么难听啊，什么有的没的，然后觉得哦，怎么会那么难听，难听成这样子之类的，就开始一直损自己。等到后面就是敢拿麦克风在唱歌了。哎，我是缺哪个任务啊？我看一下，哈，啊，观察委托，心意相通，第九个任务，白天晴天38区域，那白天的晴天哦，捕捉大家伙。第十三，哇哦，这个有点难呢、欸！天啊，这个是一撞到墙要马上拍照的、欸。来来来，来去瘴气之谷。瘴气之谷，这有点逼死了呢、欸。哦，好像有希望哦。山猫的大藤蔓束缚，这个吧。然后我去换装备。看一下介绍。他说要用超虫棍，我不玩超虫棍啊！等一下哦，观察委托，尽可能放大对象，三只以上，藤蔓束缚术，好难哦！更变装备，虫棍怎么用？哦，我也升了这个了。我练一下哦，这样子回来，然后，哦，好，行，记得了。
不是吧？就黄怒恐暴龙吗？大凶恶龙，你在哪？我需要你。超虫棍真的忘怎么玩了欸，好扯哦。来这里，来这里。好像不是他们呢、欸。哎，不是他们呢、欸，没有亮。哎，这太难了吧！等一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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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来研究一下哦。他是要什么、啊、？F 8啊！观察委托，三猫族的大藤蔓束缚，掠夺族，所以刚不是掠夺族耶、yeah、啊？哎，你们是什么族？虫龙族，糟糕了，这个不行，这个失败了。哇，怎么那么难？你们懂吗？就是这个小猫的种族有很多种，我要好死不死刚好到那一种特定的小猫才能拍。我刚刚那个是专门放陷阱的猫咪，啊，我需要的是专门偷东西的猫咪。现在是晚上，我们再来刷一下下吧。好吵！爱有什么对待？爱有什么？未来这故事的人都不太精彩。嗯，我刚才困了，想睡了。天地黄提龙出现了。更换装备道具。孟安
羡慕，安安。放烟火了。波波，欢迎欢迎。有没有陷阱？没有。在到处乱飞。感谢黑月的挂台。还有12分钟，我们究竟能不能完成这两张呢？一张是要拍猫咪跟魔物很好的图，另外一张是拍猫咪抓魔物的图。哦，拍勇呢？完全暴露，我没有说你是谁啊，我只叫名字啊。对吧？有吗？三猫族的大藤蔓束缚术。等一下哦。N 不是啊，难道你要我叫你本名吗？好啊，我也可以叫你本名哦。是在哪里啊？看一下，你是三猫族的吗？你是掠夺的吗？不是，他不是掠夺猫，又是从龙族，我气死。这个咧应该都一样吧，我去看一下哦。都怪夜夜，对啊，欸，都是因为他我才知道你是谁。欸，好可怜哦。我比较好奇他会去哪里，我们去看一下他好了。他就这样被带走吗？不要！不要！你当他来做菜啊？没关系啊，都忙，都去忙没关系啊，有来挂台就好了。呀，好残忍哦！他怎么还不放下来啊？哎呦！
好，再往这边摔一下。这太残忍了吧！直接没了。等一下哦。掠夺组，好，这个要38路线观察区域，3或8哦。晴天。打不开，3没有，哦，好亮，好亮啊！嘿咻，山区在哪？山，五。看来完成不了人了，我们要等观台后人了。没有猫咪拍照的图啊。安安，黑月吗？靠，还不是一样吗？是不是有点黑月，还是月黑，还是不同人？
爱有什么未来？爱有什么等待？这故事的人都不太精彩。嘿，嘿，走哪里？这里。拜托，你是抓陷阱的，你是盗掠族吗？是吗？就是从龙族，我的老天鹅，那这个从龙族在哪？好啦，我要去，我要换，我要换去，不是啊，我要逛小，我要去找云月他们了。一机弄一弄，等一下就不用再弄了。啥？啊？繁星，繁星来啦！八点啦、啊！等我把蒸汽机弄完。你开台了没？开了，都开了。哦。你不是七点多就开了吗？对啊。我想说你们还没开啊，在讲东西，我就先逃跑。没有、哦、没有没有，我们今天提早开。好、哦，等一下我们要打尾王了。哦，加油！我们已经挑战，我们已经挑战过了，但是打不赢，还没打赢。我们打到他开眼了，加油！哦，开眼还算简单啦，开眼后就很难啦。我们开眼也打一阵，打一段时间啊。哦。他开眼还有第一下一个阶段吗？好像没有了，是不是？接下来只剩下头。没有啦，就是他有个特殊的素材，要破坏他的头才能拿到，要打头才有。Oh, 就平常也都会打头吧，因为头 算是必定会出啦。嗯哼， uh-huh. 对。哇，找到啦！找到啦！找到手啦！在抓环境生物，在拍照。哦、oh.。看一下你的任务要什么？不可背面巡服，尽量跑。啊，还有更机车的哎、欸，还有一个是你要特定的那个猫的种族，然后要把魔物就是用藤蔓捆起来的时候，我们要马上来拍摄哎、欸。这也太难了吧？好忙哦，很北蓝啊。所以你要先骑乘，让它特定的猫种族把它绑起来之后，你再下来赶快拍。一些违逆的追随。对。哎呦。嗯。女月的你好。好。环境生物。环境有推荐用什么打吗？我现在都用贯通哎、欸。贯通是打第一阶段啊，第二阶段你用贯通打真的很难打、啊。嗯，当然是推荐侧甲、啊，但是我就是还没有去碰邪教啊。侧甲，嗯，还是我继续玩长枪，也可以先就是先通关之后再说啦。如果应该说
如果你要打那个头的话，就是他倒地之后，我们就是狂 K 他的头。啊，如果没有的话，就是随便打，就不一定要打头啊。头是之后，之后再讲啊。好了，我任务接了。好。酱油是要九点哦。他对他会晚一点到。坏，这样敢做？没关系啊，我就先带我们打完。我怎么带呀、啊？我就一起进去玩啊！我是拿辅助锤、欸，可以啦。敲晕啊！走啦，把他录晕。你确定不是我被敲下来？行的。好，等我一下哦。安安，雅思安安，雅思可爱，雅思萌。昨天才在聊雅思的事情哎、欸。雅思怎么了？大干爹。大干爹，他又怎么了？没有啊，因为昨天聊到红包什么的，我说哦，我们这一群之中有个大干爹啊，就是有个在我们这边是算黑名单的大干爹。黑名单的，没有，他是有黑卡的大干爹。对对对。玩，一起玩。雅思，你现在要来玩吗？你现在还有一个位置可以来玩。对啊，这个就是要嘛是两个人打，要嘛是四个人打，三个人打真的很亏哦。雅思，你现在要来吗？少两只猫猫。对啊，少两只猫或少一个人啊。不是少两只猫，反正就是三个人打就是少一个啦。餐移动到别人集会所。嗯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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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嗯现在还有一个位置，因为酱油晚一点才会出现。嗯。晚上好。我高级餐券呢、欸？我都吃饱换了。太多了，那个龙蒸汽机前面按个空白键去尿个尿就一张了。啊！你不等我来再吃饭，我就想说我、啊，我们吃一般的餐券的。啊，你们是吃什么？推荐健康定时、哦。推荐而已、啊。我就随便加点推荐。推荐。健康定时是你的好伙伴。有一个大毅力是吧？是。很重要。下一次，下一次。好啦，我们等下就出来了。更变装备。雅思等你，快！没吃哦，那我去尿尿。好。雅思出现了。特殊定时，特殊定时不一定有好的吧，之后再看看吧。记得该准备的准备备准备好。嗯，呵，可以，拜拜。好，是繁星。来，大意就是能多扛一些啊。对啊，就像你猫咪，猫咪的那个，就是补血的
补血的复活也是啊，刚复活然后马上又被魔物打趴一样啊。哇，你们都是拿弩哦？我拿弩啊。对啊。好，那等一下等我吧，我先回家求，回去丢，回去捡个总火石，然后就是让他贴墙壁，有陷阱的墙壁，让他撞墙。撞硫磺那个墙吗？对，有个陷阱。我记得应该是只有我吧，只有我会在里面的样子。对啊，因为是进度的。哦，主线嘛。只有我在里面而已。好好好好。欸，你们都在外面。走，下去。Go go。这里，硫磺墙在这里。我来。我。哎，都靠过来哦。听话哦，杰克过来。好。动一下。我帮你们软化，然后其他你们打。好大声啊！不，都这样啊。